就不跟坤达比过了。你们太爱上我。朋友气，一起演戏没关系，但就是柯佳嬿的尺度真的太大了。你干嘛？你想玩别的路线啊？啊？没事，老子不要弄了。就是弄。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，等到都软了。我要不要不弄我？啊，老师。啊。老师。打我，用力！在玩 SM 床戏，柯佳嬿的电视电影《爱的炸切饭》就设计仙人跳。下面那个人是庄凯旋，是庄凯旋。凯旋还蛮自在的，他就可以在现场直接穿那样休息啊，走来走去啊，就直接这样子聊天。我还好，因为我是短裤，然后我上衣是蛮厚的衣服。你们刚刚到底看到了什么？对啊，可能是破色。可能是因为我看看庄凯勋，我反而觉得自己还好，就回头看看他了。如果我要跟他演到像庄凯勋这样子的床戏，我可能会拒演。真的熟到不能再熟，柯佳嬿还笑揭开剧中护照，找出感情来。没想到两人认识十年，首次合作就有亲密戏。我觉得最需要克服的就是一些情感的部分，然后或是有稍微比较亲密一点的动作。所以在开拍前，其实我有需要做一些心理调试，因为真的太熟了。那时候有跟那个坤达打个招呼吗？就有一些亲密戏有很多。好像没有跟静雯姐打招呼。对，那阵子就没有跟她联络。你是跟她绝交了吗？没有了，开玩笑。八九年，毕竟我们都是。差不多，好可怕！我其实很早之前就碰过他了，因为最早是你跟马克，对啊，那时候蒙甲的时候，因为共同的朋友还蛮多，对，跟他太熟，我们真的太熟了，对啊，你能想象他们看这个戏的？你说我们如果下个礼拜大家一起，对，就十几个共同朋友坐在那边，然后一起看，是有那么一点怪怪的，对啊，是有那么一点怪怪的，对。我还好啦，还好啦，因为静雯姐别部戏也蛮厉害的。是啊。听说这个是你拍的最后一部戏吗？最后一部。就是近期。哦，是吧？为什么？确实很多工作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延后跟取消，确实。他刚刚应该是有点感叹吧？对，就是上半年。好久没看到大家。小孩比较不习惯，小孩就想说，为什么你两个一直在家？早餐、午餐不用包办，晚餐两餐。我看你随便吃一吃，剖出来都很厉害。那不是很家常的东西吗？是吗？你自己煮很多道哎。你都没有在煮？很少，我还是会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你不要替大家发问。我是好奇。我还是会煮啊，但是就比较少。